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宝贵财富。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武术，丰富武术音像宝库，由中国武术协会审定，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监制，河南省中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设置的大型武术典藏片《中华武藏》，在各级武术管理部门和武术协会以及武术传承人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今天终于与世人见面了。该系列片以国家认定的129个源流有序、权力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为依据，以收藏历史遗存的拳种技艺为目的，以影视形式的动态性、直观性、真实性记录下这些拳种传承到今天的发展状况，展示各拳种流派传人中较有代表性的技法、技能和风格特点，从而实现研究武术传统、传承武术技艺、分享习练武术功能的意义。该系列片以拳种和流派为主线，分历史源流、技术特点、基本功法、徒手套路、器械演练、攻防训练等基本板块，力求完整再现拳种风貌。系列片将根据拍摄制作情况陆续出版，供广大武术工作者、爱好者在研习时参考和收藏。南少林五祖拳被国务院颁布为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泉州少林寺是南少林武术发源地，南少林拳千百年来兴传不衰，其中以五祖拳最具代表性。五祖拳包括太祖、达尊、罗汉、行者、白鹤五种拳，是福建省七大拳种中历史最悠久、传播地域最广的优秀拳术，蜚声海内外，影响深远。民户部尚书黄锦房曾说，五拳俊棍棒手朴妙绝天下。于大猷在剑经中也曾写道，棍棒之妙。戚继光称赞千古不易之论。泉州拳风之盛在明代的书中都有记载，那时主要盛行五祖派。清嘉庆十五年，蔡永监著《西山杂志记》，嘉庆间倭乱，沿海村里大兴练场，泉州少林寺僧人传授技籍与拳南。万历五祥生蔡延瑜从僧至明学，南艺冯安富从蔡延瑜学，传门人黄梅、白梅、冯道德再传五梅、苗显、至善、了凡、了音。了凡传一片四性空，有徒蔡谦，极略海上，名最著。性空教徒百人，皆高技绝伦，散居沿海寿关村里。了音往逆咏春，故有达尊、太祖、侯拳之说焉，是五祖剑其三一。罗汉七称拳法之准则，万法宗之。拳南有佛国之称，人多好习，
逮鸡方七娘入咏春，传白鹤拳，乃五拳并行于拳南，五拳肃宗以宋太祖、达摩、罗汉、行者、白鹤仙师为法祖，古世景以五祖通胡之沿袭至今。然而五祖之号当在鹤拳博兴之后，即清康前之际。五祖一门应行取向有三，罗汉、行者、白鹤，以人命权者有二，太祖、达尊。达尊罗汉二权，有的人说是天竺僧达摩传于中州，行者有的人说是鬼谷子修于蒙山时所创，具体创于何人已无证可考。志明戚继光纪晓新书侯权已赫然与太祖权并称，然此三权其肇始代不可详稽，太祖权、白鹤权之传流谱牒可征，则寻史可案。数百年间，五祖权风行权张夏，影响及于台湾。郑成功屈和赴台，权张权勇之事多往从之。入侵版图后，数度移民垦殖，闽台民间渡海往来，朝发而夕至，南权之传如湘阴险馆，渐演全台。五祖权通太祖、达尊、罗汉、行者、白鹤于一门，权风相似，公理相通，技手相若，步马相同，即可兼习，亦可传经。至今五权并行，不悖于城乡。纵观其权，刚柔相济，手法简约，装马稳固，发劲刚韧，势雄而猛，善于实战。其法与宋赵匡胤硬攻直进之策及于大佑剑经一脉相承，盖其权系各色俱全，套路在二三百套之数，不知若干代若干手，严谨重有，荟萃成律，乃完复如此。是常定，现为泉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是政协常委。泉州市武术协会副会长，南少林五祖权传承人，泉州少林寺方丈，武僧团团长，自幼跟随周昆明老师学习南少林太祖权。1989年出家于泉州崇福寺，李元果长老为师，一年入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深造。1994年任厦门白鹿洞寺知客，1997年7月经泉州宗教局推荐出任泉州少林寺住持。1998年8月任丰泽区武术协会副主席，同年10月任泉州少林寺武僧团团长。1999年6月被聘为泉州武术协会副秘书长。2000年10月任丰泽区人大代表。2001年4月任泉州市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2002年元月入选中国名人志。2006年11月26日荣膺复建后的泉州少林寺首任方丈，同年12月当选泉州市政协常委。常定法师在勤学静忏的同时，苦练武功，技艺精湛，历年来参加重大武术赛事，屡创佳绩。1993年南北少林大会演，1995年福建省演武大会均获一等奖。1995年在嵩山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武术比赛中成绩突出，荣获大会颁发的印证书。2000年因法国巴黎福建同乡会邀请，组团出访欧洲诸国，开展中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教授南少林太祖拳，荣获巴黎市政府颁发的巴黎青年和体育精致奖章，被聘为
旅法福建同乡会武术顾问。2004年5月，参加香港电视台《天下无敌》电视剧拍摄，被聘任武术指导。同年12月，带领武僧团参加南少林国际大赛，荣获金牌总数第一，34金。近年来，相继带领武僧团到印度、新加坡和非洲等地进行佛教文化武术交流，深受赞誉，并受到新加坡纳丹总统的亲切接见。两脚并步，身体直立，两手自然下垂于身体两侧，掌心向内，掌指向下，目视前方。